我们的思想见解是不是正确？思想见解纯正，与佛相应是道。思想见解不正，邪知邪见，非道啊！这是归法的意思啊。第三归于身，身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的心清不清净？我们的念头清不清净？我们身清不清净？我们居住的环境清不清净？清净是道，不清净就是非道啊！所以三宝弟子念念要与觉正净相应，这是世道。如果念念是迷邪染，那是非道啊！思想言行要依戒律啊，特别是初发心的人，实在是来说呢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等觉菩萨都严持戒律啊。你们曾几何时看到佛菩萨破戒犯戒？没有过的呀。佛菩萨的形象都是利益众生的。佛弟子要以佛菩萨为榜样学佛，学得要像啊，这个形象给社会给一切众生做榜样，做个好样子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不犯威仪，威仪就是好榜样啊。